Hello， 大家好，现在是下午12:55，午餐时间，我们一次过分析一下这五只股。这五只股呢，过去都曾经有分析的，现在呢就来跟进一下，看一下它的走势要怎么去操作。第一个呢就是 Colaza， 这个曾经有分析，那时就说它突破这个阻力线就是有机会，但是呢它没有突破，最后呢反而是退回来。但是今天呢就突破了，它退回来之后就被这个 POC 被这些筹码主力线守住，回调买上涨。今天呢突破价钱上升是 0.54， 突破了，形成了这个底底高头头高的上升趋势。它的主力线呢很肯定的就是这一个200天均线，这一个套牢盘大概就是在 0.57-0.58， 如果现在去追的话呢很容易被套，要小心一点。如果你是买在这个位置或是正底的位置，现在就赚钱了，就不计较的去套利，就看一下 0.57-0.58 有没有机会突破。如果看到它出现红色蜡烛又腾回来，那时候再考虑把它卖出去。这个就是 Colaza。 另外一个是这个 RCE Cap， 这只股呢曾经就跌嘛，这边嘛就在200天均线有个支撑就弹上去，它前几天呢出现了这个熊指标，今天呢就大跌。我个人认为呢它大跌主要原因就是之前这边捞的朋友呢现在要套利了，所以就跌下来，然后呢引起一些恐慌。它的支撑很显然就是这条线 2.67-2.65， 这个是它过去历史的指示线，它现在的价钱是 2.68， 就是刚刚好被这个 2.65 守住。我个人认为只要它在这个位置弹上去还是 OK 的，还是没问题的。下一个支撑呢肯定就是这个200天均线，大概是在 2.60， 只要它在 2.60-2.65 这边区间里面弹上去的话，我觉得买盘会涌入来。当然如果连这个200天均线 2.60 跌破的话啊，这个就是要卖出去了啊，跌破200天均线是一个卖出讯号。这个就是 RCE Capital。 SNS之前讲的其中一只潜能股，今天呢终于有动静了，曾经一度呢就上到 2.85， 现在价钱是上到 0.285， 现在的价钱是 0.28， 已经是站稳上去这个主力线站上去了，所有的筹码主力线它也已经站上去了，现在就看一下它有没有机会继续往上攻。它的这个下个主力线肯定是这条了，大概就是在 0.29-0.30 这边这个区里面，就看一下有没有机会突破，突破的话当然就继续守住。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可能要守一下，它还有机会，给点它时间去上涨。支撑就是 0.275-0.26、没有跌破 0.26 的话都是 OK 的。这个就是 SNS。 EcoWest 这个我们来看看一下，它就是在这边200天均线这边守住了，然后今天就弹上去，200天均线是 0.475-0.48 这边弹上去了，然后现在的价钱是 0.50、走势是不错的，但是你也不要捧进去，因为它这边我已经换了这个主力线，大概是在 0.515-0.52， 这个呢就是它的过去历史的指示线，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因为这边还有很多套牢盘啊，这些蓝色线指示线才是压住它的，所以它才要点时间去把它洗掉，它的机会继续往上涨。所以你不要钱，你就不要随便冲进去，就看一下 0.52 有没有机会突破。个人认为呢它突破很难，如果你是买在 0.48-0.49 左右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一下，0.52的时候可能要考虑把它套利。这个就是 Eco West。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 QES，QES 呢之前也是有分析的啊，它那时候我就是这边的时候突破200天均线的时候就是买入讯号，最后呢也突破又跌回来，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 POC 这边守住了，又弹上去。然后越张越勇，突破了200天均线，再突破了，现在去挑战这个套牢盘。套牢盘最高价呢就是0.605啊，就是之前的这个价钱呢，它之前没有能力站上去，现在呢这边弹上去之后，又再次去挑战这个0.605。如果突破0.605的话，这个就是加仓或者是说加码的讯号。但是如果在0.605、0.61被打下来啊，这个就要考虑卖出去，避开风险，代代为安。OK，这个五个呢，就是我的分析。如果你是有兴趣的，和我一起讨论这些股，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 VIP 小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现在呢，有这个优惠，只是到3月尾罢了。三月尾的时候，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入金，你有机会得到一个特别的礼物。然后三月尾过后，4月开始的话，有没有我不知道。而且呢，你也可以有这个福利，免费的使用我的这个筹码主力线，免费的使用这些牛熊指标，免费的上我的这个线上课程，和我一起讨论这些股。当然还有免费的 VIP 小组。这些股呢，都曾经在我的小组里面讨论的，啊，现在呢再次的来分享一下，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你的钱你自己做主。有兴趣的朋友，记得现在就要去点击这个链接注册，因为31号没有剩下多少钱罢了，迟了过后可能这个礼物就没有了，谢谢大家。谁是新加坡下载量第一的交易平台？是 Momo，现在在马来西亚也可以交易了，只需要一个手机 APP，你就可以轻松交易马股、美股、ETF、认股证和房地产信托，也可以随时随地在平板和电脑上交易，并且你可以在2100多万人的投资社区里分享投资洞见，立即下载 Momo 吧。